刚才两个月。喝多肥呀！那三个影片呢，我就跟着刘畊宏运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。那今天就是 day two 啦，我会继续连续五天的运动，然后看看我可以燃烧多少的脂肪，然后我的体重会不会有所减少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运动。起来，130多万人，一起来，就是这个光。全力以赴这四个字送给你们 Come on， 我们全力以赴面对挑战击破困难划拳哈哈 OK， 今天就是我最后一天的挑战，五天终于结束了。那今天就是我最后一天的运动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今天运动了多久。那今天就消耗了607的卡路里，相当于2.7碗饭。哇，最快的心跳有到178，那我连续跳五天的运动，我到底有没有瘦下来？这是重点。来，体重机，看一看先。哇，有点紧张，会不会没有瘦到很尴尬？哇，好像有一点点，有一点变化，好像瘦了差不多1-2 kg， 有没有看到？OK， 那就可以看到我真的体重有所变化。那这五天大家都有发现我带着这个 Galaxy Watch 4。那每次运动完休息过后呢，我就会开启这个 Body Composition 的这个功能去测量我的体脂百分比。那在这个功能里面呢，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些骨骼肌啊、Body Fat 啊、BMI、Body Weight 的这些的数据。那其实你看到我这里就是都是绿色，就代表我是 normal 的状态，没有这个红色超标的情况，所以我都是达标的。那在用这个 body composition 的功能之前呢，你只要 set 好你本身的体重，然后把你的中指跟无名指贴在手表的旁边，记得就是你的手臂不要合起来，停留超过15秒的时间就 OK 了。那之后的结果呢，就会出现在手表的上面。更多详细的数据，你就可以按 show on phone， 就可以直接在电话上面看到完整的数据。那这里就是我这几天下来的变化。还有刘畊宏老师每次讲就要多喝水补水，那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个很不爱喝水的女孩，所以啊这个手表之后呢，我就会每天 set 一个至少喝8杯水的量，所以我每次喝了一杯过后，我就会点一下，确保我当天有乖乖的达标喝水。以上就是我当刘畊宏女孩的五天结果啦。那虽然这五天不算很长的时间，但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变化的。那像刘畊宏老师讲的，坚持就是胜利，所以我相信你们运动越长的时间，体重就会越减少。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不如来跟我一起当刘畊宏女孩瘦下来吧。那我是脸大的 Apple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。